感谢感谢啊，我们这边也有回诊的这个部长的袋子，哇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部长的书，也是温暖破例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感谢感谢，我们这边也有回诊的这个部长的袋子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部长的书，也是温暖破例，然后我们有做这个，比如说做未来的市政规划，哦，五大市政规划的议题，然后还有全民政策，这些政策我们其实也都有了，也可以参考一下部长在温暖的破例，那过去在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努力为这个防疫努力的部分，部长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部长参考。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城市城市，谢谢。因为大概都是那个轩轩他进了市局以后，给大家的想法，然后落实的一些政策政策，其实蛮厚的一本啦、啊。希望这个陈部长他有时间可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就特地请轩轩也写了一些。这个给城市中心生会存档，谢谢谢谢，啊，非常感谢，那个也给你们参考，部长也是用心整理了非常多的证件在里面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这里先放这边，好，谢谢，哎，环保袋，感谢，那我们想说也可以带你们来参考一下我们的。要不要来逛吗？逛一逛，对，我们的竞选总部。那我们这边有给市民的许愿球，那这个许愿球，大家可以在里面写下对市政的愿景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哇，那你们有空也可以来逛逛我们的总部，我们总部有很温馨的地方。对，谢谢，感谢。